又开着我的特斯拉，今天我们去哪玩？还没有押韵，干，好烂哦！只要开着我的特斯拉，晚上带你去溜达，只要跟着干爹啦，保证今天湿哒哒。哦耶耶耶耶，有没有？啊，有没有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你看这很屌，我按下去有没有？他已经拿赖了，中午十二有没有？他会帮你念赖的那个，哦，他会念出来，对啊，会念讯息给你。那你开车才会安全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老婆坐在旁边的时候你按按看，不敢按，怕乱按。他说我们要不要一起做爱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按一次变心，妈话没讲完，断句不对，你就死了。志伟，昨天有帮他洗澡，帮谁洗澡？有没有帮谁洗澡？小猫 ，OK， 没有，按下去。郑小汪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，他明明就这么厉害，为什么要念这么厉害？对，像那个在看那个阿六仔的那个记者会，有没有？现在这个有些企业，好吗？不能念企业，要念企业。好，他带我们去估车，估车，估什么？贵的车了，贵是多贵？猜猜啊，怎样叫贵？破百，破百就贵啊，破百贵啊。以我的砍战，砍战你知道？砍战，哎，意外砍战，你觉得破百算贵的吗？不算吗？好吧，哎呀，我承认。那今天这台是非常贵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去看一台那个特斯拉。哦，特斯拉，终于要估特斯拉了。对啊，其实我之前就估过，太贵不想买。然后今天是刚好遇到，也是一个粉丝啊，听起来车况不错，对啊，里程数也不多，我想说，我也不知道会买到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拍嘛。我跟你讲啊，有那种他那个车含选配起来400多万的车 ，Model X，X 是 OE 的那个，哦，我不想买 Model 3，我觉得那个 Model 3那个路上有够多的，所以 X 我就有兴趣，因为 Model 3没多贵啊 ，Model 3新车你弄，搞不好你可以买大概200万。200出头，你二手的再买也是100多，路上一大堆，我觉得现在路上好多呢。可是其实刚才第一次买特斯拉觉得很烦，他那个不是有很多那个手机什么开关什么讯资料什么，那怎么转？我不会用，还有账号那些的，对啊，账号不知道怎么用，没买过真的不会。反正妈的，凡事都有第一次嘛，对不对？阿戴，你第一次也是跟女朋友一起讨论的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哎，好像不对哦，不对哦，龙吼，也是这样研究讨论出来的，不是吗？啊，我们就看有没有机会买，那研究讨论一下，对不对？阿凡先拍，而且啊，当初400多万选有钱买这个车的人，你觉得他会给我们拍吗？不见得吧。对啊，所以我等一下我们就见机行事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还在上班哦，对啊，他们公司老板，老板，老板哦。老板，要不要买酱油？也是瞧很久呢。这个哇，我在这边这个看小市场知识。我在那边举个例子哦，很多人是不是公司他们会办那个长租车，然后到期以后那个租赁公司会跟你回收？会回收？有啊，他回收，可是他们回收价很差。没有，他可以让你选择，你要给他们回收，还是要你自己卖出来？那但是他们那个算法很低级。比如说你新车多少钱？哦，第一年乘以0.8，第二年乘以0.几，第三年乘以0.几，所以它那个数字是死的。所以大部分的车啊，你只要一乘起来都变很便宜，都比你自己牵出去卖还便宜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哦，当然我知道很多老板其实不在乎这个，他就时间到哦，好，租车公司给你收回去，他也没有在乎差几十万他都没差。可是事实上有些车真的比起来会差到6位数以上。我等一下连那个引擎盖都不会开，怎么办？对啊，那要怎么看？这样打开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要怎么看？要害怕丢脸，对，去我就直接呛说，我是第一次哭，对，你跟女孩子第一次发生关系，一副他妈守门守路一样，觉得他妈胸罩都打不开，笑死，扣子他妈弄半天，笑死，搞得好像自己情场高手，觉得他妈连扣子都打不开，那怎么办啊？直接就头上拉起来，还是把他拉肚子这样？哇，可以啊！哇，穷则变，变则通哈。你看这边有点撞到。哦，怎么撞到这边？啊，因为 OE 的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啊，这门怎么开？
啊，不是接近特斯拉，不是接近他就开了。啊，不然用按的吗？喂，这怎么开？哦，是按前面。啊，后面呢？搞吧，走高，好恐怖、哦！小朋友啊，这有七人座啊！啊，这个是啊，它有选配七人座，对，它有选配七人座。啊，小朋友的椅子，哦，看，妈的，质感，那、啊、怎么断？这里哦，这个吗？这个，有啊有啊，帅，帅，有没有帅？真的帅，登山来顶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阿呆，我们刚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啊，它里面冷气已经开冷，它钥匙靠近就会自己开。你看啊，现在冷气有啊，你摸看。哦，我们刚在外面讲话的时候，它冷气已经开了、啊。不是啊，那个阿呆啊，怎么前进？这个吗？嗯，然后脚刹车。哎，它这根跟宾士的一样。一样的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你看，一个女孩，刘德华，爱是在这来，一句活该。啊，怎么下车？看后车厢哈、哦，啊，后车厢会不会撞到哈、啊？啊，还好。那后座空间，那小孩子、小朋友呢？还行啊，哎、欸，好，我一直都在研究，我都没有看车呢。对啊，我要看车，看不知道怎么看啊，它全部都包起来了，没有螺丝啊，你看，哦，在这看不到啊，这个螺丝，不是那塑胶的，那是塑胶，那饰板呐、啊，啊也没有钩啊，都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封胶啊，板件直接折进来，我看它门的就知道了。他撞到，这要怎么勾？哎、欸，也没有，这边也没有，这边也没有勾啊。螺丝不在这啊，他脚链不在这啊，他脚链不在这，在中，在上面。我不敢开，他撞到上面水管。啊，那怎么办？不知道怎么看。有啦，这边看得到。看前面怎么开啊，大爷？用那个触控面板。哪里？中间那一块。真的假的啦？对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，应该是吧？哪里？一个左下角车辆那边，那应该可以调吧？我没有。看这，你怎么比我还懂？我也知道。我之前有看介绍了。妈的，没有那个屁股，你看人家介绍这干嘛？过干瘾哦。过干瘾。现在让你看到真的了啊？也只能看而已。我可以让你开回桃园。哦，这个螺丝都看得到了，嗯，有没有？嗯。我跟你讲啊，其实哦，估这种车反而简单，他也没空骗你，反正就是车没考过漆，嗯，就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它很神奇，你看它这个这么白都不会脏，超级白，这还不是米色，超级 白，你现在在卖怕了，对不对？真的白啊，一般都会脏啊，为什么不会脏？好啊，来，啊，看完了，借钱的啦，先买了再借啊，签了再借了，哎呀，先买了再借。啊，大家怎么熄火？怎么熄火？熄火了，有没有被骗？被骗，因为你要开走了嘞。没有啦，我本来就知道不会开，因为他新车还没定。哦，他要去定新车了。对，他好像不知道是定X7还X3小的，我不知道。所以他车也还没定，所以我知道今天是没办法签。我找你来不是为了要签车，我是为了要趴车。好吧，就运气好，今天有位置，你就不用趴车，还可以拍到一些画面，成就一只被骗。好废，好不好？不会啦，这个估车对不对？人生有起有落，估车妈有已估，也有妈的达不到高潮的，也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每一次都高潮的。现在我在那边就讲了，我刚才出230几万，我讲那很厉害啊，不是老板自己处理的，哦，是他员工处理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员工也还不错啊。以前我们去估车，有一些中间员工有没有偷一点？像什么你知道吗？嗯，这样就是看一下那个议题的年度是
多呢。儿子很不错，他都从头到尾没有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能哭多高你就尽量哭高。”而他们也都有一句很专业的话：“你最高能多少？”站在我们立场，我们很讨厌这句话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讲一个数字，别人高一点点你就卖人家。嗯，不想我也想买便宜啊，怎么办？我也不想买太贵啊，怎么办？每个人都讲说很简单啊，你就多少能买，你跟我讲就好了。啊，我回报一下。问题是我跟你讲，有往往哦，你把这个数字讲死了之后啊，你通常都没有机会做生意的原则。所以我也没有讲死，我说啊，哦 ，maybe you know how fine， 哦 ，maybe about 200这个多万这样。哦，200多多太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时候就会有这个精明一点的客人就会讲，210也是200多，290是200多，那到底是200多到哪里 ？Maybe 可能不超过这个250万吧，啊、哦，类似这样回答一个比较模糊。那如果这个大家感觉好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哦 ，you know。我们可以再 check 一下 conversation 对谈一下，好不好？满足彼此的需求啊！我讲那么多，就是在想说，如果万一真的没买到这部片，还是要想办法上。如果在那边拉低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个有没有已哭，就看这几天了。好的，够了。阿丹，你没有进去坐一下哈？你应该没有那么近距离看过，还是你有去星光三月看过？我去星光三月看过。你之前去星光三月看过？去玩一下啊。我开过，怎样？2公尺。刚刚在地下开2公尺出来，我退后2公尺，总共4公尺，怎样？哎、欸，我们还没上车，他刚刚就打来了、欸。怎样？他问我说：“这个后面的手续要怎么办？”所以，阿来，你有觉得很有机会？应该是蛮有机会的。就跟你约一个女生去吃饭，她拒绝了你十次，她忽然问你说：“那我你想要吃什么？你要带我去吃什么？”你认为哦，内心有没有开始雀跃起来？然后你就说，哎、欸，那我们去吃寿司郎。他说，哦，好，谢谢。那我瞧一下时间，然后又不见了。身为一个专业的二手车商，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通电话而感到开心。上次我那客人也是打来问问，就隔天我教他办好，我教他准备所有资料。他问我说，哎、欸，要准备什么资料啊？流程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我们是觉得哇，好有机会，有没有？嗯，然后就一五一十跟他讲，结果好，殊不知。他把我教他的这一套拿去卖给别人，然后哇，流程办得超顺的，有没有？挖了一个女孩子说：“哎、欸，请问怎么做爱？”阿呆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先这样这样，叫他跑去跟人家做，有没有？懂了没？因为他可能只是这个不了解，问一下手续而已，怕被别人骗。没有，其实还是蛮爽的。第一次估了车就是会有点开心。我如果以前估过，我就不会。我们要告诉自己，好不好？不能抱太大的期望，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好了，走了回家了，时间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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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走走走，有没有觉得场景很熟悉？来来，事隔2个礼拜，我们又来到熟悉的地方。我又来到熟悉的地方。不知道什么歌，对不对？干，我也不用问你，我不想问你，好不好？走进去了，直接处理。别走了、哦，啊，现在里程剩多少？哎、欸、干，我才刚买就里程焦虑了啦！而且你看他玻璃到这里，所以他这里还放遮阳帘，你看有没有？看、欸，喂，干，我怎么样？我现在哦、喔，开200几万哦，开到一个笑一样。阿呆有钱，我已经花钱花到有点不正常了。哎、欸，那后面有杂音呢、欸，啊，哎、欸，我忘记他那时候说选配完多少钱啊？好像400多，对不对？400。他一直那个，他这应该算。档位刹车，电池刹车，你看。哦。我现在是放油门哦，我没有踩刹车哦。它这是回冲功能吗？对啊，你看我现在放油门，会有点咬住，你知道吗？哇、哦，哇、哦，哇、哦！你是不是可以跟他讲话？嗨，特斯拉。没有啊。应该没有吧？操你妈，特斯拉！现在我是你主人啊！你敢不理我？哎、欸，会不会观众朋友笑？你身为一个自称二手车达人啊，你连特斯拉的操作你都搞不清楚，这样像话吗？对不对？啊、来，快 Google 一下 ，Google 说如何跟特斯拉讲话。啊，有点热。那、啊、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欸、他调低了1.5度，这现在有什么缺憾？哇，悬吊可以，真的假的啦？调低一点。好，你敢掉？有啊！降了。还在转圈圈，但它会像那个 Windows 一样宕机，就是对，真的转到我那妈到家了，还在转。它骑开起来跟平常的车就差不多一样，说实在，这個、爽感大概过5分钟就没了，习惯就没了。对啊，过5分钟爽感就没了。好啦，
没有我的戏份。啊，你那边干脆那无把手，无把手啊，看看那边开门，用花的开门啊，开门，芝麻开门啊，还跳加舞哦，芝麻开门的开啊，哎哎哎，请你啉可乐，哎哎，啊，这款可乐两百几万呐、啊，我好笑啊，哎，我哎，安尼我换两百几万，哈哈哈哈哈，哎，阿哥研究一下啦，干哪？你讲这用咱迄个你袂着使抢啊，但是我来研究一下呢。对啊，它这个是这样嘛，它这一头是三角形的，对。那这一头应该跟我们立普一样，一样的、啊，一样的。那、啊、我们就插铝装装掉，好、啊、的可以啊。帮筛选，帮它留下来，是不是可以？你看，那、啊、我刚刚说我一对接就会插在特斯拉了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整接做吧，哇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可以充电了耶。很简单了、哦，那直接可以用了，然后我们不用去充电站了、啊，不用了、啊，蛮方便的、啊。对啊，那晚上可以充，我们来看看充一个晚上会多几趴。那就要几趴？起码我不知道几趴、啊，好像五十吧，充几趴啦，打功力啊。等下、啊、晚上再充一下，看隔天来看到几趴。对啊，看到几趴。好，好，晚上测试充电。好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好玩了，好欢乐的车。Yeah, now I rep the O. What you know about the West Side? I just bought a whip, all in cash, live my best life. Bought a couple stocks, so I'm covered for the next five. I don't like the top, but I will if you test my patience. I'm patiently waiting. Think you know me, but you've been mistaken. Alone in my crib, I like it vacant. Up in the morning, I'm eating the bacon. Don't like the cap and I don't like the faking. I need a bag and it's mine for the taking. Liquor and women, I'm never chasing. She don't know me, but she know that I'm famous. I got way too much money coming out of woodwork. Remember back then, dog, I told them that it would work. They ain't take it serious, I showed them that I could first. Now I got a crib off the strings, so that's good. I got 还有火星，对。那你觉得你在火星上面跑 ？Model Makers， 这啊，这会唱歌，来来来，这会唱歌都我按的哦，你按你按，别跳舞啊！哎，哎哎，怎么都开了？他要开始跳了吗？我不知道他怎么熄火啊！哦，开始了开始了，有人，拜拜，好，有在吗？哦，哎，他头灯会变了，头灯比较帅。哦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，开了，有嘞，开了，哎。结束了。